茶，哎，chai 啊 ，chai chai is 印度啊，哦，这个印度语就叫 chai。哦，他要拿一个网，然后呢，把每一个这种都过滤了，过滤了一下子。Ginger 啊，哦是姜，哦是姜 ，Ginger。Wrong. Oh yes, you're wrong. It's big. This your in here. Your girlfriend in there. No, because your boyfriend in there. Yes, my girlfriend. Yeah, your boyfriend in there. My girlfriend. Your girlfriend. Oh, yes, I think yes. Look like it. I'm not married. Ah, his picture is nice. Me when I was young.Me is young. It's me, my mother. Oh, my mother is young, is beautiful. Yeah. This is your mother. This is your mother. This is your sister. Oh, it's wedding is beautiful. Yeah. Yes. 他们说呢，他们这个是他这个姐姐，然后这他啊，他说他妈这个房子呢有100年的历史啊，就是一个。Lime stone. 他们家厕所，我还以为印度人啊都不上厕所呢。你看这家其实还是有一个厕所的，远处能闻到一股这个骚味。知道那个水龙头是做什么用的吗？就是特别用来洗屁股的，也就是他用，这个左手，印度人左手呢是用来这个擦屁股，然后呢，然后呢打开一个水龙头，然后把这个手呢在上面冲一冲啊，这个小土就是这样做的。哎呀，这边的这种男士厕所都看到了，他这种站在街边的啊，站在街边的，这得需要一点勇气啊。哎呀，我要上厕所。哇，来到这印度之后呢，我要上厕所。哎呀，不行，我要上厕所。但是我手指还没有。哇，我要上厕所。但是这边啊，没有卖手指的。只能到这个田里来了，哇，后面都是这个稻田哦。印度呢没有卖手指的，而印度人呢上厕所呢他是不用手指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在这个手指发明以前呢，印度人就已经是用这个手来擦屁股了，然后用水这个冲一下。但是呢，后来这个手指发明，后来这个纸张发明以后呢，人们却用它来抄写经文哦。所以说如果所以说这个纸张呢是非常的昂贵的，如果用这个纸张呢是对这个宗教的一种亵渎啊。啊，我屁股上我摸一下，一个两个三个，被钉了三个包。啊，我屁股上被钉了三个包啊，完了，我没有纸。哇，啊。旅行的意义就是换个视角，看看世界与人生的其他可能。这是他的故事，或许也是你的。